留下你归来停船，在忧郁北方之海，沿途不枉为少年，终有个结局圆满。你看，顽皮细雨照耀过小店，某处忽明忽暗的灯盏。你听，江水流过人家，朝着腰上岸。你去过烟花三月的江南。你看，秋月温柔撕破了花瓣，却只为迎着暮冬大雪纷飞时贪玩。这所有不愉快的片段，把美好事物纯真的走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首歌送给两年后的我们，也送给七岁的房猫。所以来吧，月亮还错失掉最好的时光。披发忘记装进铺纸的长街，把失败恋爱藏进路人的湘潭，把起舞的今日写成诗。春风融进街边的早餐，把仰头月色化为潇洒的释然，把漫长的故事变成短暂，才配得起勇敢。
习惯。我是一只白色的白羚羊，眼中的红色在湖面上抖落露水编织的白纱罩，
号了，不说了。Thank you.
姗姗来迟的他，送你一只汉堡的花。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，第一阵不灭的烛光。他说要种春天的麦芽，喝杯酒。我们是房东的猫，我是小黑。大家好，我是佩蕾。好多好多向日葵呀、啊！我们拿得到吗？我试试看。大家，你们这样不太好吧？砸伤了花花草草也不好。谢谢大家的向日葵，确实有点吓到了，受惊了，受惊了，压压惊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在网易上有直播，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要给他们打声招呼吗？好，对，线上线下的朋友们大家好，哇。好暖和呀，我戴隐形了，我看得起你们每一个人，想你们啊，真的是太久不见了。是的，这个旗子好像看不太清，上面是有写字吗？这是哦、太黑了，现在不是我的视力问题、没有，你们都比我白、大家好热情哦，是、我不好意思了，你不好意思了吗？
大家说话也有点听不清楚。没事，确实真的很热。对，是开空调了吗？如果我们开了空调，可以把空调给关一关。开的是风。好，我们压压惊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。的夏天。
只拥有自己的生活，而我也最爱自由自在的我，陪我静静的漂流，等我熟悉你的脉搏，等时间停止转动，月亮拥抱着我，星星星星围绕着我。谢谢。渐行渐远。这首歌的 VJ 是我们用我们出去玩的视频剪的一个 vlog。嗯。对，就是集中了这。两三年的精华。对，一首友谊之歌，社会主义兄弟情，还有拾荒姐妹花是吧？一种
心中亮起，迎来生命潮汐。刚才其实是想大家跟着一起唱，但大家好像没有学会。喝热水，好的，喝点水。想吃冰淇淋呢？奶茶可以多喝点吗？健康的奶茶。哦，我自己煮的，好的。好，九九，很难哎，那个珍珠很难哎。哎，说起来，我好像到现在也还没有喝过你做的奶茶。说起来，我也没吃过你做的土豆烧排骨呢。你没有吃过我做的土豆烧排骨？我吃过吗？你吃过的。打起来了。他还说他有一个拿手菜是猪油拌粉，说了7年，从来没有吃到过。倒没有7年那么久。说了4年。啊？为什么我们要打起来？那我们，我们可以 peace and love 吗？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很久没唱的一首歌，大家可以猜猜看。
珍重来去人海，我只与你风声笑谈。谁会给予宽容待苦难，或不袖手旁观，雨也不必撑伞，尽头你回眸的港湾。爱人不是喜欢，也不是使唤做了个伴，而是口吻平常和盼未曾实愿的真。是的都会凋零或早或晚，愿你尽下面这首歌，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手电筒，不是手机。让我们看到一片星河。手而不得，
街星河，辗转里分色，你站立每个永恒的片刻，无垠的宇宙，浩瀚的选择，你是最亮那颗。像是星河一样，好热，你们热吗？你们脱，我们看，大家有水的多喝点冷水，就降降温。啊，不能带水啊！啊，哦，小可怜，不能喝水。那我们只能用一首清爽的歌来给大家消消暑。
大家都是本地人吗？你们从哪来？哦，我听到成都、南京，有杭州的吗？我想有一个远的，有乌鲁木齐的吗？你可以开玩笑吗？对，新疆太远了。南昌。好，可以了。好。就今天在武汉，然后武汉是我们读大学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也特地选在这里办七周年的演出。对，而且昨天是我们成立的第七年。对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七岁的生日。今天生日，好像我们听说今天有一个人今天生日。好多人生日。祝你们，那提前祝你们生日快乐。是的。好，祝你们生日快乐。然后接下来，有人今天结婚吗？不是，你为什么结婚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吃饭吗？可能是不是有今天去领证的朋友。哦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有人说他不结婚。好，大家收。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跟武汉相关的歌，音浪太强，要把我撞到地上了。不晃会被撞到地上。好土啊。瞬间淋湿了四个四季，仿佛
吃你递来的火腿啊，温台路旁的车棚里偶尔住着他们一家，那几个拼命的口试中也成为往后说来就笑的珍藏吧，大把的字的消息早已写进心底了，岁月催促人长大，匆忙的脚步早已停不下，还没说完的话就算了吧，总有些遗憾要学会放下，羡慕不需要太重的心thank you.
由来，有去尝试，一直于没
轻声，而回忆却是说忘就忘。
谢谢。谢谢。好收，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年，我们三专是四月份发完的吗？哦，好，对，我们今年四月份，然后把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发完了。嗯，大家有收到那个有？那个。专辑它可以做成一个万年历，大家现在有过上想过的生活吗？哇，今天实现了。你说。那很好。那希望大家今天之后可以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们连演30场。好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他打打嘴炮而已，大家不要信。接下来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
谢谢。就是哎，今天本来想走一个那个比较酷帅的路线，结果总是很想笑。我也本来想的是今天应该很感人才对，结果好像也还没有开始感人。是吗？我觉得挺感人的。好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就是茶山流，就是我没想到大家就完全一起合唱啊。我们真的有想过，我们万一在台上哭了怎么办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带纸。结果被大家的热情淹没了，淹没了。现在心情还是很开心。是的，仿佛。嗯，好，接下来这首。哦。让我们让这一次不
经度过漫长。谢谢。谢谢。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了，对，我们听不到那个耳机。谢谢大家，心仪也爱你们。一首新歌，比如说拥抱之后上交，沉迷你的微笑，连时间都被小偷拨满一秒，与你所有时光，快乐不够消耗，你是我为数不多的骄傲。谢谢你让我
我好像看到前排的同学们头都变白了，下雪了，大家赶紧拍一拍。休息片刻。就其实这首歌就是对心仪来说还是蛮有挑战的，特别的高。他需要一些战术后仰。是的。这首歌好听吗？这首歌其实是好像你有一次跟我说你想要一首这种比较快的歌。嗯，少女摇滚。对，然后我就听进去了。你就听进去了。然后我就反正过了个一两周好像就把它给写出来了。厉害呀。够少女吧。牛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下一个环节了。嗯，对，大家有收到这个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嗯，大家的话要反着听。我们应该是有给大家一人准备一份明信片，可能等会就会拿到吧。好，那头发都白了，头发真的白了。待会大家没有领到，可以去认领一下。对，然后那个这个明信片是我们这次特别准备的，它这个封面上有那个填字游戏，大家可以。玩不来呀、啊，这么简单、啊。填字游戏就是把字填到那个空格里。我打个比方，房东的猫就是第一个，这样的，对。嗯，第三个，比如说夜的心事、你的晚安等等。嗯。然后会有一个标答，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发到网上。嗯。等大家先猜一猜之后，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，里面有七张明信片，就是我们这七年每一年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。嗯，对，第一年呢，啊，我需要展示吗？会不会很久啊？展示给大家看得到吗？哎，对，我们好像还要给线上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好像。还要给线上的同学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收到这个、所以我们要展示给他们看。对。你们同意一个发言人好吗？我感觉我今天像往前走两步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展示一下这个明信片啊。第一年就是我们参加中南微声音，南方姑娘就是那个时候唱的，嗯。然后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怎么参加比赛了，因为太可怕了。第二年是我们当时要暂别一年，然后在操场上办了一个告别演出。那场演出呢非常的简陋，就是我们借了那个卖水果的阿姨的音响。不是卖水果的音响，是集协的音响。哦，对不起，是借的集协的音响，然后去操场唱歌的时候和卖水果摊的那个音响串屏了。就是我们唱着歌突然开始卖水果，就突然在那儿叫卖什么十几块一斤啊什么的，特别搞笑那个画面。然后这个2015年就是我们重逢了，然后参加了学校那一年的迎新晚会。2016年，告别演出在浮光咖啡。嗯，不知道浮光，听说浮光已经变成了一个服装店。嗯，他换了很多老板，感觉那里风水也不。也没有风水好得很。风水好得很，对。
丢下去吗？丢下来吗？不吧。哦，留下来。留下来。买下来。什么下来？买下来。买下来是什么？把这个店买下来。我们没有那么多钱。可以众筹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不众筹买这个，你们自己也买房吧。那个2016年那个福王咖啡，当时我们那一场演出也是下特别大的雨。嗯，你说。就是前两年是武汉洪水的那一年，然后这个演出就是那一年办的，然后当时就是有特别多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当时有去看过那个演出的同学，就是还你们真的还是蛮辛苦的，就是大家淌着水过去看我们演出。嗯嗯，然后也是在那一年的时候，我们本来想要是一个告别演出，是一个结束，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变成了一个新的开始。嗯，对啊，所以这场演出还真的很有意义，就像今天这场演出一样。然后2017年是我们开始我们的全国第一轮巡演，分为四季巡演，时间过得好快。然后2018年这一场是在武汉跨年，在武汉客厅，有去过的朋友吗？哇，这么多。对，那次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剧场巡演。嗯，然后之后就开启了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的全国巡演。也去了，厉害。谢谢。哎，收，嗯，2019年，好，赶紧，2019年生活剧场巡演的最后一站，上海站，看了很多大家的来信，好，你们也在。今年还不知道哎，我们我们会尽量多办一些专场的。嗯嗯，然后收，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和线上的同学们，他们受冷落已久。是的，对不起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给他们抽个奖。嗯，因为他们不是来不了吗？所以就是给他们抽这个明信片。对，但是来了现场的就是可大家都有，就可以有的。嗯，大家都有的。嗯，那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倒数好不好？就你们倒数，然后我们就截图。嗯，然后就抽奖。好，前七个人。嗯，好。嗯，你好。哦，大家要刷一个问题。哦，这样。就线上的同学可以刷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的下一个7年愿望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会从大家的回答里面截一个屏，然后选7个人。嗯，7年有些长。嗯，好，看看。好，你们7年的愿望是什么？和你在一起，就是和你在一起，宝贝。哦，那我们开始，来，3、2、1，好，那我们就交给工作人员。啊，我们先不念一下名字吗？嗯，第一个叫去成都干啥子？
你要用成都话念吗？去成都干啥子？吃火锅。嗯，吃火锅。然后第二个是夏天该吃冰镇西瓜。等等。大家到时候会有那个工作人员联系你们。嗯，我们继续吧。
金时代，吸干过沉默的大多数，眼睁等着无能的愤怒，心事特立独行的路途，直等有一天你说出水中有生楼，我就与你拂袖而奔，整个灵魂交付于你，想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朵，从吃掉世上最美味的一切，一想到你压我这张脸就泛起微笑，爱你就像爱宿命，爱你就像爱宿命，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，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，你是我舞蹈的旗帜，爱你就像爱生命，爱你就像爱生命。
广场舞，大家要说是广场舞，那你们也没有跟着蹦一下呀？有，广场舞那么有感染力。不是枸杞，但可以有。年纪也差不多了。嗯，对，也是可以放一点枸杞的。是的。好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感谢名单。首先，感谢青柴文化，感谢秀动、网易云音乐、点亮现场行动、Look 直播。还有场地不晚 in time， 然后还有我们的乐手老师们，乐手老师们辛苦了，还有我们的调音团队、灯光导播、摄影老师，还有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，他们这两天都五六点才睡，都没怎么睡觉，对，好辛苦，五六点才睡，然后八点就要来场地了。大家要多睡觉呀。然后感谢你们到场的每一位，感谢你们赴我们这个七年之约。然后还有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们，也谢谢你们在电视在手机前对看我们这场演出。那我们今天的今天即将到尾声，是的。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会唱，应该是会唱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哥郭寻。哇！这个真的。这个真的没见过的。嗨，我是成宇。我是刘思静。我是李阳。我是白皮书乐队。我是浩贤。我是盛川。我们是陆先生乐队。我是陈宝。我是王乐队。我们是沙棘白痴。我是徐峰。我是黄斌。Hello， 我是吴克群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大师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万奇。我是黄万奇。我是张一鹏。在北京。我在北京。我们在北京。我在北京。祝房东的猫七周年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七周年生日快乐！在重庆，在成都，我在这边台北，要祝福房东的猫七周年生日快乐！我们在台北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！祝房东的猫成立七周年生日快乐！祝房东的猫，房东的猫，房东的猫，房东的猫七周年，七周年生日快乐！七周年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！ 希望小黑和佩里天天开心，越来越可爱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哇！
祝小黑姐姐还有佩玲姐姐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。祝房猫七周年生日快乐！希望你们能够做越来越多治愈人心的歌曲，歌越来越好听。祝小黑佩玲生活顺遂，永远开心。希望他们越来越好。祝我们这只有翅膀的猫猫在音乐的跑道上风驰电掣，芜湖起飞，发好听的歌，我可是你们的歌迷哟。你们要继续唱好听的歌给我们听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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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欢迎你们再来台北玩，我就带你们去吃东西怎么样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喵喵， Happy birthday to 烦恼喵喵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们第一次见，你们太能忍了吧，太能憋了吧，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们，我们都不知道啊，刚才还以为是乐器出问题了。是的，哇，谢谢。一个抱他，好好笑哦！突然抱一个，真的没怎么抱过。再来一个，我好怕你们接下去要亲一个了。不好吧？不好吧？不太好，不太好。不行不行，不妥当，不妥当。不妥不妥。那好，这个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太幸福了吧！谢谢，我们都是最幸福的人。也啊！嗯、我怎么？我只想笑、啊。没有，我因为开心，就是。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点感动，对，然后大家一来就破功了。嗯，开心就好，边哭边笑。我们可以表演一个笑哭。谢谢大家。不。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就是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，嗯。赋予它旅途的意义，若
第一次看他们演出是2016年，这是他们第一场演出，也是在成都。
当时我也是在做摄影，很幸运，就第一次也有上台。他们就是我，就想象中想成为的那种很单纯、很干净、很美好的样子。听到现场的话，跟在耳机里的声音还不一样的，对，很震撼，很清晰。我不会每天听歌，但是我比较想听歌的时候，就一定会听到他们的歌。七年前的我还是大学生，七年前的我小学刚毕业吧，七年后的2020年，我希望房东的猫能够一直这样做下去，做一切想做的事情，我们都会支持你们的，我们陪伴他们好多好多个七年。佩林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下一次就是来得这么快。是的。接下来是一首同名儿歌。嗯，这名字说起来，就是当年要是知道之后会有这么多人知道，我们应该取一个更加酷拽的名字。房东的狼。房东的狼。房东的雕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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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喜欢的生活。来，大家一起学一下这个简单的节奏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乐手老师 solo 环节，吉他手 band leader 周坤。键盘张曼晨老师，大提琴李明杰老师。庞阔老师，和声齐云燕、何庆荣老师。上的最后一首歌，是《时光一如既往》。然后我们这身上这件卫衣是我们那个七周年，特别款。大家有看出来，就背后那个图案其实是你、我、七，他们就是三个字的立体构图，然后交叉在一起。好的，大家肯定没有发现。一起转吗？好，像企鹅。见过这么瘦的企鹅吗？今天很开心，最后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今天做个好梦。
习惯地铁的熙攘，却晚点停靠。下个春天可能会迟到，但这家的路或许有点绕，但一定能走到。我知道最难熬的告别是彼此不能拥抱，最勇敢的你心往往要背对人潮，打合照吧。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白茫茫的对了，待会我们会有签售，所以待会其实还可以见到大家。数三二一，然后喊什么呢？喊耶！喊耶！三二一，耶！谢谢。
谢谢。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今天很开心，拜拜。你们看看，我们替你们吃了，你们看看上面的我，有点丑，笑就是了。
好，